都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我真的看不下去，就是我比较小，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柔，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yeah,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随时出发逃到出发，我一定带我妈走。从前的教育，别的家庭，别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给我叫你一声爸。
母的亲爸，我叫你爸，你打我妈，这样对吗？干嘛这样？何必让酒精鼻子走下？公公公没听，听啊听啊，新闻电台。
给你们时代。
暗黄的陈列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碎碎平了，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米缸，月月用开水写一个门，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酿的豆瓣酱，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说的一个无能为力的姑娘缓缓走过外墙，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老街坊小农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就是山，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长板旧皮箱装满了你心边的铁盒里藏着一片玫瑰花黄金。笑的课桌椅，怀念着用铅笔写日记。
吃过数罐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杀手耍下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后金铜造界无三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用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钢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怎么该气沉难免手心开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洋兵分的招牌怎么该怎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哈怕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怕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新武士人前进人者无名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怕是用双截棍呵呵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敢直不屈，一身正气，哈！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龙掌带钢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新武士
的天气，忍者无敌，是谁在你太极风顺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如果我要进攻，我让他怎么去一身正气，快使用双截棍，我要手大暴力，漂亮的回旋踢，来带过，我没有这种体验。